罗峰兄真是大手笔啊。有什么好吃惊的，楚人的陨魔星不就是这样的吗？一颗星球住一个人，这个佣兵联盟的实力真是强得可怕。这囚笼城里有宇宙中各个种族的人吗？110亿人口在为他一个人赚钱，看来是个大家族子弟。兄弟，你这 X81 飞船转手给我怎么样？先生，您要加入我黑龙山帝国国籍，